你来啦！你好，白老师，白老师，我二妈回来了，我二妈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所以你高兴了是吗？我当然高兴了，我想一定是我们卓的纸鹤产生了效果，老天爷受到了感动，我实现了我的愿望。你越来越会说话了啊！你去看看我的二妈吧。好。 娘，我不逼他，我要是不逼他，他把孩子生下来以后谁养啊？娘，我出去赚钱，我来养。玉凤，姐，玉凤，你看见一眼，你看见一眼，你别不说话，你看看我。 白老师，你们原来认识吗？白老师，你这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定要弄清楚。老师，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！喂！ 老师，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你不是已经搬出我们桥园了吗？啊，你怎么进来也是个客人的身份啊？也不通报一声就随便闯进来啊？啊，让一让！哎，喂喂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乔日升，王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临时有事，待会儿再打给你。 玉兰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刚刚从墨月回来，为什么乔伟的二妈是我妹妹？你说什么？玉凤是我亲妹妹，她为什么会到你们乔家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说玉凤？怎么可能呢？会不会是你认错人了？ 我自己的亲妹妹，我会认错吗？她为什么会卧床这么多年不起来？她看见我都不认识。乔日升，你到底把她怎么了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。谁？ 是我。 少爷，白老师，什么事？啊，大夫已经到墨院了，您是不是去看看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不要着急，过去看看玉峰再说吧。 少夫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一切正常。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记得呢？她才刚醒过来，记忆是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，记不得的。她能恢复多少？这很难说。我先给她开点药，帮她调养一下吧。好，谢谢你。啊，不客气。刘珠，送大夫出去。嗯。啊。 玉峰，这八年我到处都在找你，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老师，原来你没有骗人呐，你真是我二妈的姐姐。对，亲姐姐吗？最亲，最亲的人。 爸，你怎么叫我二妈的亲姐姐来当我的老师啊？也不事先给我讲一讲。
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已经晚了，翠花，送她回去睡觉。哦，来。不，不是说今晚我要跟二妈睡的吗？二妈生病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你以后还有很多时间陪她。听话，亲一下，回去睡觉。快去。哦。二妈晚安。老师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爸爸晚安。嗯。晚安。走。